没什么机会突破。以后跟他下过，当时他是跟我下输了，我印象，他自己送掉了。哎，不对，好像是赢了我一盘。前天应该是，好像是前天晚上。我也有点想给他狙了，不过先走几步吧，上来一步没走。我实名号是用手机啊，手机微信登录。我这个电脑是长期用。这盘棋确实自己下，将军，走得很软。吃。这盘棋举报不好使，他自己下。这是直播，冲三卒他马接近八啊，他不拱你，我也想冲卒他马接近八拱他飞了，将来他在象棋退九啊，说不定还有点帮忙的嫌疑。我操！这不，吃，倒也没输吃，吃。啊，但肯定是没先，明显没先手。下一步兵五进一。
用金要泡硫菜二啊，这两个。现在肯定是我好。但又我这个好也不一定足够赢棋。因为现在反正这边你说是封车啊，但实际上也被对方牵住。那其他的子力呢？现在想马上成气候还是比较难的。打车我就充足嘛，我就亮开车路，充兵。我是要关注他随时有炮六退二的棋。送三兵意义不大吧？送三兵他不动啊，你拱过去他给你飞了。那电脑下肯定能长点棋，学学招嘛。这样强行打通兵线，他打了卒，我再卒三级，他这个棋肯定没便宜啊。看样子是要巧妇。这个弹幕里的高人真多呀、哎！什么？谁是帽子哥呀？卒五进一，那打了这兵七进一，卒三进一也差不多，卒五进一吧。没有什么更好的棋。吃。他炮九平六，再兵七进一，我再卒四平五，吃，肯定是我好一些。吃，吃，炮二进四，他没什么用，先平卒吧。平卒封马，吃兵啊。刚才马四进三就是抢攻啊，没抢攻，下底炮抢攻。啊，你也知道他这也懂点棋，他也懂点棋，那还有什么挑战的？就是比不懂强点儿。这什么意思？兵就给我吃了。吃，准备向三进五。炮二进四，他会不会走马三退一？马三退一，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炮二平五，直接就中路。但是他回象，我也没什么杀招啊。炮二进四，
他可能对三兵，也味道不大，就想赢有难度啊，这个棋。炮二平五，卒五平六，马三进五。炮二进四，他可能就对三兵。平七也行啊，哎，搞不清哪个下法最好。进一好像意思不大吧？进一他就连象，将来他就随时马三进五有闪。卒五平六，他马三进五，卒六进一。反正稳好啊，黑的稳占优势吧。炮八进一也不是不行，关键你炮八进一之后你想干什么？你将来中卒要走开，他不就随时马三进五？平七的话，可能是想打兵吧。我感觉打兵好像这步棋看着挺悬的，我车八平四怎么办？车八平四是不是妙手？也不完全是，三拿车吃，先炮八进二，他退一炮打我，那再车八平四，他就输了。那炮八退二，我车四平二，那不输了吗？巧妇，果然是巧妇。退里炮，我车四平二一拎他，你看吧，他这车没有通道。是，确实巧妇。就是眼看着杀。他如果车在兵线的话，他有一个兵三进一啊，所以我说刚才我直接我不走炮八进二，直接这么来的话不够赢，所以我先炮八进二嘛。配合一下他表演。哦，他还能走这步，给他解了，还没赢。我吃了他车二进五。吃。还是要赢，是棋他还是要输。先进炮没用，因为你刚才如果不吃炮的话，人家炮八平就跑了，你必须得吃。这样的车四退一把他控住，他也基本输了。找他马出不来，车动不了，炮八进五，炮八进五，我就是不是可以考虑先抬炮？
先走炮五，先开炮也没什么好地儿去。对，炮八进五也是一个办法。啊，想送兵。现在炮五平二，再炮二平五没有用，因为它平中它不是抓，正常话就吃兵，吃兵它点将再吃卒。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？比如卒六进一，卒六进一它，看能不能把它马控死。卒六进一它有没有可能兵一进一？我卒六平七。或者卒六进一，他马一退三，卒六平七，马三进四，那卒六进一实惠吧？这个棋，那跳马我就飞边线，只要这个卒六平七再卒七进一两个卒过河，这个棋就稳赢甚至说将来再卒六进一冲进九宫，好像意思不大，还是这么走比较科学。他会不会马一进三？马一进三的意思就是我如果卒六平七，他就车五退三也没用，车可以躲。车双兵赢不了车士象权正常情况下，但也不排除巧合，就是巧胜，就是防守方不太会守。拱兵，这一路拱啊，车砍炮没有用。这就三个卒了，三个卒，关键这马还是死的，你兵过来对车也没意义。象都可以不要，回象冲兵平卒平。保留，其实给他吃也没事。吃。巧妇，举报什么？怎么点开始没用？实在不行就跟那个什么下，叫什么玩意儿？天天象棋那个，以和为贵。改个名儿没改啊？不是，应该不是一个人，头像一样，但是其他的全变了。他也不是山顶在第一，
奇怪，居然头像一样，应该不是一个人吧？换号，这么多号，对，肯定，反正肯定不是一个号。这怎么走？他对三卒，马七进六，他也卒三卒一。七平二就拍二推一。这个棋还是比较漫长，打车的棋一平二。挖平七，他会不会走车二进五？九平八好像味道不大，平号八平七，这期他不走车二进五，我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招。车二进五，我先车四进七点他一下。平车这是什么棋？我踩卒，他在马七进六，我车四进七呢？炮八平七吗？不懂。反正点着让他难受一下，好吧，第一。马六进七，他马七进六啊，肯定是不愿意踩。他现在也出动不了。扣哪个嘛？扣那个嘛？扣那个嘛？方向就不对，杀人家背面去。而且人家随时可以马七进六，人家都不着急，你吃马人家都可以马七进六。还是要在他的这个双炮这边做文章啊。当然了，现在走车二进五，又车二进四，车二进四，我车九平四。
是他这个感觉是摆个造型，好像也能，他也能顶一顶。好奇心四打了，红旗稳好。这个和风马必须得放上，不让他出来。送兵什么的也成算不足，感觉。送兵有点大，车四进五啊，车四进五，他车二平四呢，我再回来，还是怎么着？还是车四平二直接抓就开杠？后车他这个棋走的挺软的啊，明显是愿意干亏，愿意接受干亏的局面，然后最后输，估计车七平六对车了。对安车有炮五平六打车，再炮七平一打兵，巧妇都给他平车，计划好吃。这是直播啊，顺便说一下直播的时间啊。我们今天直播完之后呢，稍微间隔几天，大概到下个礼拜吧，八九号的样子。打了他也没什么手，七进六也多两只，炮双士单象，你炮什么？你也赢不了双象，你炮都赢不了单士象，怎么赢双象？真走马七进六，我一将他不是。一将他如果下象，我就换；他如果不是。或者先裁也行，差不多。先裁车师炮将变炮，先将平不车，太硬实，一百二肯定有，多两个兵嘛。下象，那我踩的话，他肯定是拿炮打。吃。他不可能车师吧？车师有过兵的话，红方是多双兵吃啊，车师啊，当然车吃师也不是完全是拿吃吃。下，他将来炮八平七吃我一个兵，红方多一个兵，过一个兵。是，反正对方肯定是先避免赢棋的可能啊，省着被封号。是，我也觉得棋下的挺遭罪的，先立于不胜，吃。将来炮六进二，棋也没有特别大优势，炮一退三，底炮没什么用。九进一是不是有点慢啊？边卒，棋步走得好，我倒不是很担心他炮七平一啊，其实。
能不能慢慢控制取决于他愿不愿意啊，他不愿意你也没有能力控制。当然这个棋反正红方肯定是有点优势，现在用软死顶我可能很难赢的。准备马五进七，是最近这几步下的都挺好。你说我吗？成人下到这里已经很厉害。马炮双兵对马炮兵，哎不对啊，我现在打了踩了打了马六进四，不太好赢这个棋，有难度，那你只能打，不打连马炮双兵都没有。吃打完马先马三进四呢，再跑平炮也没什么棋。刷多少礼物能对弈并赢你？主要是后半句，这我得想想。他马六进四，在马四进二啊。但这个棋我也在想一个问题：马六进四我就不是，他马四进二，我兵七平八，这个棋怎么样？他马换炮，他肯定合不干净。估计是不能，肯定是不能换啊！他肯定想别的办法。象五进七，他象五进七吗？好像也行。象五进七，那过卒我炮九退一。我平兵他马四进二，踩我炮，我只能炮九平八，老将被他请上来，也是一个走法。这只能兵七平八。反正和也是正常。炮九进一，或者退一，他进炮吗？准备打我兵。他现在准备干嘛？你慢慢跟他磨洋工吧。和他也不那么容易和。出帅，现在能飞象他还不能过卒，过卒跑九退二了。
没呢。退一，他马六退四，不行，还是不够赢而且。平炮是什过兵，将我就上了。你马三进四，他炮二退一啊，所以先拱。是不是炮一平二？我没明白，是不是让？因为他直接可以炮一退一，他没必要炮一平二再炮一退一。打马我就马三进四上去，兵一平二，他难道过卒吗？还能？现在炮九退二，我们跟他磨，他也合不干净。将军，上将，退炮打，或者说稳妥点，直接称势。他这几步走的有点没什么方向，感觉我还是有机会。这炮打的炮二退三，真是吧？反正他现在没有棋子。坐下来，坐下来的炮二平四。这个棋如果是人下的话，你多少名都有点压力，合不干净啊。下兵打兵，炮九进二保住。卒五进一二，这步棋就让啊。首先他让我打兵，另外主要是我不打兵，他这步棋一点屁用也没有。这步棋明显让，让的厉害，这步还不如不走。得靠自己走到死胡同里去，还不如不走。你看，先怕我进兵，怕我进什么兵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炮九退三，这马打的快没地儿去了，只能炮四进一。平兵卒五进一，看看，炮九退一，基本的现在能下到马炮双兵了。炮九退三，炮四进一，他将来卒五进一，卒五进一我是挡不住的。兵三平四，拱卒打，拱过来，炮九平三打兵。打马的炮四进一啊，也没什么用。反正将来就是卒五进一，卒五进一，把你中兵给换了。
你要不让他换呢，先打他再进一步，但是可能意义也不大。打他进一步之后，你能干什么？直接打拱打卒，这样应该有机会下马步双兵吧？就多两个兵啊。吃。走五平六，先下个将，充足我之势。那这个棋挺细的啊。这个棋他过卒已经不怕了，现在就是因为守住很容易，马炮守住很容易，关键是我们怎么把兵投入战斗，先守住再把子儿运上去。啊，现在说必胜还维持上子，这步好像又是一步废棋，再给他走一步他也没有用，先补一个。你不能吃象丢卒了，又是一步废棋，开始连走废棋。嗯，现在这个棋人下的话压力很大啊，感觉是九死一生。但是他现在炮二退一，炮二退一来，将来想谋我这个中兵。象五进三，他马七退九，你这个象啊，是不是白丢了？先把炮让开，炮三进三，他只能马七退八了，或者卒六进一，炮三平六呢，他是不管，先平过来再说。炮三平九，你下的是跳棋吗？炮六退一，炮六退二打他，打他不能吃象，吃象我们就十五进四。哎呀，愿意换，但我先不跟他换，这个换不换是我们的权利。打了之后，我现在怕中兵挺不起来，打了之后马三进一，感觉也有机会赢。是现在换是不是早了点？因为这个棋。换完马三进一，你万一这个中兵挺不起来，他炮七退二什么的，你尴尬。现在中兵不包过，先炮六平七等一手，马七退八我就平兵让。他只要不能白吃我这个中兵就行，我这个中兵可以跟他这个卒交换。应该换，也可以不换，不换也行，这不换就要下的谨慎一点。他充卒，你现在不能充兵，充兵他卒卒进一合了，只能炮七退二。哎呦我操，炮七退二，他马七退六，那不被他巧合了这棋。
还是应该打了赢面大一些。那组织锦衣正好抓，全都抓住我。哎呀，现在退炮，他马七退六，再马六退四，彩兵。是应该退。六兵。他也不吃。这样我还是不太好跑，确实还是不太好跑。再打他不又进吗？那下一步还是让马七退六。而马七退六就抓死我中兵，能不能下士？也没用，下士还是换马七退六，反正怎么都是换。回象他回马嘛，差不多啊。他马七退六再马六退四，反正我都挡不住啊。打马倒不怕，打马五马三进一，这是真让了啊！这让我这步棋一走，他要输了，他炮七进二，这几步让的太明显，或者马一进三，给我马让到这个位置，炮七进二让马七退六，索性马一进三得了，逼他拱拱得我惨。哎，他拱了，踩了，他马七退，我在平中啊，没事，象丢就丢了，保住两个兵器嘛。吃，马七退五兵四平三，炮七平五，马五进三，打象出帅。反正是有胜机啊，起码有两个兵。马五进七其实更舒服，但是马五进七的马五进六啊，你这被换掉一大子。这个棋它还是蛮难，没有难度，因为我这马炮双兵位置都还可以。吃，马三进二叫，他退炮，我点下二路，他知士，直接下兵，他也知士。点一下，支持再说。看他往哪边支，进六就兵三进一冲，他这个士可能就危险。进四，那就不能兵三进一了。好七平八，好七平一的炮一平六啊！你跳马再回马将，正好合。
先冲冰也可以，我在想先平炮还是先冲冰？先平炮，他炮想调过来，他不是进哪儿都能调过来。我想将来有机会，比如说什么炮八进一之类的，但是现在不行，现在他丁八平九回马，炮平一，炮一平六啊。下兵他抬炮，先下兵，平八平九，兵有点远。时间我看着还有三分多钟嘛，那不是这步棋让了吧？让我兵八平九，他是不是输了？这步棋让的太明显。下兵，那是退炮。不是，现在还在看啊，现在炮还没丢。我再下兵，的炮一平二。我现在可以是不是叫一将，炮八退二叫杀？我再下兵，的炮一平二，我再下兵，他马三退一，好像不一定赢这棋。你兵冲到底儿上去了。先跳江，退炮叫，这个棋就在这放着呗。将军，下兵的炮一平二啊，你这兵不能捅到底，捅到底就没赢棋了。黑马三退四，运马去增援。他这个炮将来还是炮一平二，运马去增援啊。这他输了吧？这马过来抓他了，马四退六。这才让炮八进一，他给我踩，给我象掉。哟，不动了。炮八退二是不是巧招了？炮八退二，他飞了，平一将，马就进八。对方也有招，还弄不死他。兵九平八吧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兵九进一，马六进七，他炮二进二给你顶住。炮一进一，他也动不了。还有时间，还有一分半。
到时候随便走几步就不会超时。气象啊，踩了的炮四平二，操，还有这种气。怪物。这期有意思，下来。马六进七，你不等于把自己兵位堵住了？马六进七找一下呢。踩下的炮四平二不一定好赢，换炮不稳赢吧？这个棋，我感觉不稳赢。马五进七，那象五进三的，没时间了，下兵吧。呀，平兵他马二退三，炮八退一，操，这残几下太细了。马二退三，马七进九，炮三平二。太难下。算马三退四。将军，稍微走快点，这棋真不一定赢。对方防守的太好。准备打兵，还有退炮交换。是，对方这个确实。防守到位，马九进八的炮六退三，我们也是努力吧，这个棋。将军。将军，怎么样？给我搞一将一杀呀！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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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将一杀，那就没办法，让他活了。马七退八，我拦不住。不能上帅，上帅马八退六，把我马抽了，我还要输。当然，一将一杀被他赖和棋也认了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棋确实也不是必胜。他现在不知道天天象棋允不允许。不允许的话，他这个棋防守还是有点难度。他走一步棋是加几秒，忘了。将军，加五秒。对啊，每个人走一步加都加五秒，他也加。这个棋还是蛮有质量的。
将军，这样和呢我变不了，没法变。将军，操，看和呀，那怎么和？将军，这样搞和也没办法。下会儿评测吧，长长身。哟，没有他，他怎么九杠三呢？他是不是长了？没办法，这开这么多兵，也只能来这个。这叫嘛玩意儿？没事，先压缩它的空间，也不是坏事。四个兵，这个象还行，这个象能将来能飞，飞得足。想破我房，那我也破他。拱了，就看他出来一个试试。我感觉拱了不太赚。互相伤害，吃哦，吃我这个，哦，把我这个吃，吃，没办法，只能用非常规手段。没注意吃我这个，我以为要吃我中兵。咦？吃？谁知道还不一定哦。吃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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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他这运气也可以。吃吃上一个士，还是蛮激烈的，差点能偏。吃，我要开中兵。吃 ，yes。将军，这不就全都走活了吗？起飞！他没狙了，那他还有啥？我怕不怕？我肯定怕，所以怂一点还是把狙对了。吃吃吃！主要是他们两个炮，这几率太大了。零七进一，这个炮拦不住。我怎么就没狙了？胡言乱语。妖言惑众，
将军。主动交换是什么意思？那可以换吃，我这马肯定没有炮好用。吃，哪哪蹦，三七一吧，操，没狙了，那只能说很尴尬，那也没办法，这被人干暗狙这种事儿。还有炮吗？有炮也行。吃，妈的，这只能对了，不对也输了。吃，操，尴尬。这他妈叫什么事儿？操，你们上来就被吃一暗狙，就被吃了一个子儿。我上来是被吃哦，边兵。哎呀，蛋疼！将军，吃。操，还有。是飞中兵，我乐。我哪能这边兵被干了，这狙就没了，这还玩个屁！吃，时间还多，没用。四兵突击，哼，突不动。是吧？兵不能退。兵要能退还行，还行啊，至少没输五万。